寻孩启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二位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小孩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大概这么高，身材差不多这样？这太笼统了吧。我想想啊，那个小孩会英语，会跳舞，会画画，钢琴也弹得特别好，10岁就能考钢琴10级，而且每一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。好像听说过。听说过吧，人人都听说过。那个小孩每天回家会主动做作业，还会帮忙家里做家务。不仅如此，一到节假日他就吵着闹着要去补习班，是全朝阳区第一个反对双减支持内卷的小孩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小孩是不是还特别爱看书？对，保送重点高中，没错，清华北大随便挑。对对对，常青藤拿了25个 offer。对，是他啊，说一毕业直接保研。对，完事直接考取事业编。对，和青梅竹马立马结婚生孩子。没错，3年抱俩，是他吧？就是他，你们见过？没有啊，你见过吗？有人见过吗？我没见过，是不是？没有人见过。你们过来。为什么那个小孩我们都没有见过，只有你们见过？那个小孩到底是谁？我同事的女儿啊，我邻居的外甥啊。我以前单位老刘女儿班里的班长啊。啊，别人家的小孩你到底在哪儿？我总有一天会把你找出来的。